要飞到连长身上，那连长他也要一肩把它扛起来。那这些东西他们没有这样广告放出去，没有在永创共振灭证的一个可能性。为什么组长要做这样的决定？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。所以呼吁全国的民众，如果你还有一些争议，明天8月3号，请你一起站出来。